来开一个 Shallow Tubery 的盲盒，空的，里面是空的，又一个空的，是吗？他们今年官方给的那个图片巨诱人，1500块钱居然能开出这么多正装。你们看我平时拍视频都不怎么化妆，今天还特地搞了一个布灵布灵的，一会儿羡慕死你们。哦，好好看呀！它是做成抽屉型的，而且这些抽屉的把手都是五角星和月亮。我要从最后一个开，当当当，嘣！啊，他们的定妆喷雾，正装我记得是200毫升，这个是34毫升，很便携，没事。五、哦。里面是空的，哇，真的是空的，送了一张纸。再开一个，中样的魔法面霜，开一个大的，这个大的感觉就是正装了。哎，1.6克的眼影笔中样，可能这个大的是正装。哎，这么大个盒子放了一支中样的唇线笔，唇油小样，睫毛膏中样，妆前乳小样，妆前精华8毫升，1/3都不到。我天，终于有一个正装了，色号 catwalking 口红嘛，不是都有大红色、豆沙色吗？这个简称什么？煤气色。最后一个，哦，这个还可以，一个正装的气垫高光笔，这个高光笔挺好用的。就这样啦，1500块就被我这样拆完了。好像还有，还有哪里有机关？就知道，我跟你们讲，肯定有东西。我感觉是粉饼，他们那个很红的粉饼。3、2、1，正装，正装，特别幸运，特别。感包干燥剂，这个空间纯纯为了放两个干燥剂，神经病啊！这个1500块的盲盒，我拢共拆出2只，加起来500块不到的正装，和我一只手就装得过来的小样，两个空壳，是不是商家把我克扣了，还是说他们真的就是空的设计啊？那如果我今天圣诞日里一个一个拆，我今天就会很难过啊！阳气有色，我甚至感觉我自己不幸运了，我感觉老天抛弃了我。目前消息是，录完都积极。他们两个牌子都不知道要不要拆了。